芯片抢先看，要来带大家看到是日本动画片，它可是哦把这美少女和这音乐啊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动画片，叫做《Bad Dream Film Life》，那就是要送大家哦进到电影院里面来看演唱会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里面就是集结了日本啊女子的五大天团，像是 Popping Party 啊、Afterglow， 还有 Paston Talentes， 还有 Roselia， 还有 Hello Happy World， 这个五大女子的天团集结在一起啊，可以被号称说是日本人气最高、人气绝响的动漫女子高中天团呐、啊！而且我们也要送大家有机会可以一起进到电影院里面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哦！只要手机编写简讯 FMTV 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可以获得11月22号到11月28号的 Bandring Film Life 电影七日交换券哦！我们就一起去看演唱会吧，走！すごくワクワクする。私たちは最高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を見せるわよ。みんな気合十分だね。世界中のみんなを笑顔にするわよ。絶対と